家好，我是阿周，来到哪边？来到苏格里岛，不过这个不是在长沙的苏格里岛，而是在那个厦门集美的万达店，它这边的价格比长沙的价格高，不过呢，进来的感觉还好，因为很小气的苏格里岛，两个人用餐就给这么一小包的卫生纸、餐巾纸，你想啊，两个小时只会用这样吗？真的，真的很小气。为了给他上一课，阿周决定今天多吃一点。拿酒。最佳女主角刚刚拿东西回来说，很多东西上来就被人家抢光了。我觉得你开餐厅就不要怕人家吃东西，就是一直供应不是那么充足。比起长沙的，我只跟你讲，厦门的苏格里岛，我目前给他的评价还没有办法。说真的，我对长沙的苏格里岛印象很好，不要因为厦门的苏格里岛，从此以后苏格里岛列入我的用餐黑名单。有可能哦，截至目前，我的感觉，我的感受，我也不怕苏格里岛太高了，因为我讲的都是真的。截至目前，去拿东西是缺东缺西的。虽然我刚进，我就看后续的。为了证明我们两位到这边用餐，实际上就破出这个给各位看一下。那餐费是两个人196元，外加20元的一个押金，给各位看一下。点了这个，现场拿了这个白鲳鱼，还有这牛排。这牛排跟各位讲，它是组合肉，虽然是现煎的，但是它实际上是组合肉，还外加了小苏打粉去泡制过，那种口感大家应该都知道。最好笑的是，在夹虾子还有夹那个螃蟹那边夹子就可以用几只，大家要等前面夹。螃蟹少了。想吃。不知道在。麻烦帮我们把这个关掉好不好？太热了。捞什么？大闸蟹。好热，太热。这个有蛋。那样蛋吃起来很恶心。很恶心，超级恶心。里面沾东西。你们看我今天表情不大，告诉你，一进来我就有点不开心，工作很远。这边跟不上，那边是巴不得你多吃一点，是不是怕你吃把他们吃到饱？
安全。这是地瓜榴莲。这是地瓜，不是榴莲。这地瓜，用了一点点榴莲。当季的螃蟹，今年大闸蟹出礁了，真的很小只啊！做都有功夫，对吧？这样有政策效果。我吃螃蟹饭，我搅了，搅不动。不会保持微笑，对不对？你给他这摆下去了。不知道，你也不能这样啊。我是我要去洗洗，我唔想好摕，我唔想再倒等你摕个啦。那么多啥物件好食啊？啊，你烤肉，烤肉嘛，那个汤面好食啊。一个小姐啦，蚵仔啦，差不多摕二三十粒，一个人摕三只皮，对啦。你看阮啦，阮排排排只久，一人也会当分三个。我甲伊讲，我讲，因为我无摕着，我甲伊讲，你看。没关系，因为这十分钟，我们十分钟吼，这十分钟以后就好，你十分钟准时来。我说我十分钟准时来，我前面不一定只没有人啊。只能这样。我就没跟，我就忘了跟你讲，我就走。而且我觉得找无物件，只要我再等你排啊，你排轻松一点，就是两三，因为我一直在找，在那看呐。可以找你呐。谁来？他想入境啊！你要不要放张纸啊？去拿东西啊！本店所有人士应该是留外带，双方进入舱时间限制2小时。
们一直不见了。然后啊，最后第三来的啊？不知道。我在抓螃蟹，一只螃蟹跑掉了。为什么？他就跑到那个底下，我就不管他，就有小朋友看到。通知工作人员啊，没有，才不管他，可以越狱让他去越狱啊。什么时候？拿地板的时候。你先去做。没有了，对对。黄蛙，黄蛙叫，是叫黄蛙叫，哇哇哇哇的。整晚都听他在广播。杨丽芬，你咖啡在走啊？这么说就好了，已经拍了三张六升级，都还没打开。等着，把你他把人都准备好了，可能是有的，我们来给他了。双麒麟都在里面，超级无敌一般般，有好吃不好吃，这是综合起来叫做不好吃。做个总结吧，这间店我只能形容，看得懂吗？一次性代表什么？可能我在光顾的机会不高了。为什么？长沙那一间的苏格里岛比这间的苏格里岛好太多了，包括服务品质、人员的态度、上菜的速度、补货的速度，这间店我就只能说不是那么 OK。我不想讲太多了，价格也不高啦，但是比长沙那间贵蛮多的。对我而言，一次要来第二次，除非网络上的评价有提升、有改善，再说了。好了，影片就介绍到这里，不想再多，下次影片见。